我们拿了这么多炸药，到底要去哪里呀？地牢背面的外墙，我们去干嘛？我买通其中的一个守卫，问过了云为山牢房位置，炸掉外墙，劫牢救人。告辞。哎。你知不知道这要犯多少条家规？我爹会把我打成猪头。你们见过过年放在饭桌上的那种大猪头吗？我真的不行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拜拜。子胜，我需要你。我公子胜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为了我的好姐妹云为山，走。走啊！这儿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耽误时间。哪里啊？后院。快快快！